28是选择了 King 啊，来自英国的这个小姐姐，她练的是泰拳啊。2P K Dash 啊，她是啊一个改造人，对，她不是人造人，不是克隆人，她是一个正常人类，只是说被改造了。被改造之后呢，可以使出啊火焰的力量。所以说你看她一只手戴一个手套啊，用那个手套来压制住自己体内的这个火焰的力量，不然她自己啊控制不住啊。抑制不住这个力量，毕竟他在草基因这种先天基因里面就可以操纵火焰的是不一样的，他没有那个基因啊，只能借助这个高科技的力量。好了，刚开始小孩被打得很惨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的血量只剩了这丝血，我去！对方一个援助赛斯把他推飞了，之后呢，被对方接了一个正脚腿，解决了他的 King 朱莉啊。中间是选择也是一个小姐，来自美国的啊，来自恶狼传说的玛丽。不如马瑞，好，小孩前冲后跳一个动脚，想破了对方一个中断地。宝拉现在已经是满资源啊，但他的血量还是变少了。小孩只要踹他两腿就可以，哎呀，一脚就可以蹬在他脸上。K 带是漂亮的墨镜被踩碎了。看玛丽召唤出了一条啊拉布拉多，哦，小孩有库拉手底，他的库拉也是他的一绝了。不过对于宝莉来说，他的猴子啊也是他的看家王牌角色。小孩很被动，对方猴子在不断的给予不被资源啊，现在小孩说给他关到一板边压制，你防就可以了，防我会指定口啊，会吐口水，两次口水，再跳动拳，跳动拳，电动拳，哎呀，猴子又被骗到一个指头，现在小孩已经满资源了，吐口水，两波口水，又是一个中断技破了对方，宝大现在有点懵逼，到底应该防上面还是防下面呢？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过主播的朋友，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！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小伙伴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。现在小孩这边是果断开了替身，现在不能给玛丽啊加资源的机会，击口水。我去，可以借助赛斯掩护，飞飞，小孩赢了一个下动拳确认，结果阿达被他拿下来了，给小孩点赞。